现在各位好玩 ，Kitty， 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学员、各位同志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一开始就拍破，毋知拍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你若伫街路吼，看一只车过的时阵，你会当讲讲，迄只车是你的无？会无？那会使吼，你敢见迄个面子？对不对？對啊，未使，你拢知影吼，看到这只车，讲迄只车是我的。啊，若要证明讲迄只车是你的，你要有啥物物件？啥物物件？行车执照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行车执照？这大家都买嘛吼，这架车是我的，啊，我有这架车的行车执照，啊，这个行车执照是由有关的机关啊证明，迄个监理所啊，什么吼，有关的机关哦发给你的，给你证明讲这架车是你的。咱人同款呢，在座你是台湾人的驾手，台湾人的，好，啊，中国人的驾手，你中国人。哦，好，你拢知影讲你是台湾人，但是我若甲你讲，你摕出台湾人的证明话，你摕袂出来，你真个摕袂出来。当然啦，你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迄当然你会当证明讲我是台湾人。所以，迄张身份证要创啥？你听我甲边个人讲，你申请迄张身份证，主要是要证明你啥？台湾人，啊，有记载敢毋是？啊，有记载无？有啊，啊有人讲哦，啊我你想申请迄个身份证有什么价值？啊一张阁1000块嘞呢？但台湾人足奇怪呢，凊彩什么钱都肯开啦，要证明讲伊是台湾人，伊不爱开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台湾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样逻辑观念的人呐、啊。你若讲你是台湾人，但是呢，若伫国外来讲，你要证明讲你是台湾人，你摕袂出来证件。当然啦，你若有迄张台湾政府身份证，你会当提出证明。除了迄个证明以后，你无法度提出，伊会讲，你会讲讲，哎，我有护照呢，我有 passport 呢，有无？你安尼讲嘛？啊，你 passport 起来看，顶底是啥啥？中华民国中国人呢？啊 ，republic 请啦，用英语嘛是请啦，中国人呢？所以你无法度证明哇，你没有办法证明。啊，你我有身份证，啊，你写身份证贴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？中华民国，搁再一摆讲证明你是中国人。所以你若讲去美国海关的时阵吼，你会足歹看的。你直接甲说讲我是台湾人，伊讲乱讲，你骗我，因为你摕出来证件拢是中国人。啊，中华民国定义是中国，这没有问题吧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叫啥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叫做中华民国。啊，中华民国简称叫做中国，所以两边都是中国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这是讲实在的呢。在全世界给你看，就讲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、啊，就是跟你讲这啦。啊，过来，你用的钞票顶完写啥？中华民国，含铜板的中华民国，所以你根本跳进黄河洗不清啦、啊。你吼讲到有嘴无烂吼，人讲你是中国人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自从2006年的10月24号，咱去控告美国以后，咱就去摕到迄个证明了。所以哈、啊，过了到即马2006年，过到即马2013年，已经7年啊呢。到7年，咱即马为止才10万人申请身份证尔。你看台湾人偌尔顽皮，啊，台湾人顽皮啊，到什么时阵才会觉醒？等到美军入来。对不对？等下呢，咱的台湾政府发行迄个正台币的时阵你才会觉醒啦。迄阵哦，为了要换钱吼，你怎样来让一块换一块？因为我是台湾人啊，所以我有一块，我就让换一块啊。啊，你不是台湾人，我甲你用当做啥？中国人打扮。你找不出来，你证明你是台湾人嘛？啊，像来讲中华民国中国人，都要40万才来换一块，因为。你有1949年6月15日，你中华民国用1块的新台币，甲我摕40000块去，你唔知会记哩无？你也无摕，你讲会记哩？我你问遐中国人啦、啊，
你哦，足爱对号入座呢。我咧问中国，你个有啊无？我个，你无敢换啦，是遐死中国敢换去啦？哎，即马敢换去了，我敢换倒转来，爱无？对，等六十八年呢，好不容易呢，六十八年利息小个算呢，所以呢，咱个算算讲吼，靠良心的啦，你都四万一块敢换？四万块，咱即马讲，你中华民国新台币40万来换咱一块的正台币，安尼好唔？啊，你爱拍手啦！即讲好啦，啊好，这是咱的民政府的政策。我相信咱今日遮济人来坐伫遮，你去网络你拢看到讲，哎，昨敢若有开一个国际记者会呢？你有听讲无？唔是你有听，你有看到啦？你有看到迄个电脑啦，对不对？你有听伊讲，乌白讲，你有听伊讲，你有听伊讲，有听伊讲，举手。你有听伊讲，你听怎讲的？哦，是，我讲哦，我发现哦，您即摆哦，头脑吼愈来愈厉害。本来哦，我是感觉我会甲你创治哦，即摆我咧创治我咧。无唔对啦吼，伫网顶啊，伫迄个电脑顶端，咱有讲四月二号开一个足大个记者会，啊，即摆记者会开个。哎，你讲奇怪，我今日拢网上都无去，你感觉很奇怪无？啊，而且呢，佫撒一个声明有无？啊、哦，前面发生甚物代志啊？是不是？无发生甚物代志啦？但是呢，这代志我会甲各位你说明。咱有出册，出甚物册？咱咧开记者会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甲美国人讲，要甲全世界人讲。在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上，台湾政府要开始运作，同时要加入国际的社会组织，听好清楚哦。台湾民政府架构下，台湾政府成立，同时要加入国际社会的组织。但是咱昨哦，派去参加17个内阁，甲这个官员哦。拢足幸福嘞！一个记者会就甲宣布啥呢？我们宣布台湾政府成立。哇！恁这是咧拍手呢吼？你拍手呢？你台湾政府成立是啥物意思？台湾政府成立，所以有记者甲你问啊，请问台湾政府是怎么组织的？那你。咱的同志参加记者会，讲不出来呢，看推无？伊讲哦，由台湾人所组织的政府叫台湾政府。我问你俩，你俩讲组织台湾政府啊？安尼就是跟着组织台湾国啊？台湾国这個表示啥？独立啊，台独呢？你看有出错无？大出错啦！大出错啦！所以你头日拍手，甲伊拢同款啦。我讲台湾政府成立，讲要拍手啦，欢喜干啦。我阁甲你讲吼，你伫遮咧学是学啥？学法律哦。我阁甲你讲啊，你学法律哦。你若无台湾民政府即块迄个保护圈哦，你如果成立台湾政府，你就啥？叛国呢？叛离中华民国呢？我是讲这是很重要，你听好清楚，我阁讲一摆哦。你进政会内底，你若违反违抗，伊的占领，会敢甲你判死刑。因为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，所以你若宣布台湾政府成立，是台湾政府成立就是啦。啊，那何必叫咱台湾民政府去要创啊？啊，就叫台独联盟去统独啊，啊，叫民进党去统独啊，那就叫咱，唔对啦。啊，咱要去以前已经讲几下摆啊！你看，甲个国际记者会场哦，遮落差。啊，所以变怎？脚麻啦，袂走啦。变怎？我是好，咱昨暗吼，昨暗差不多是记者会，差不多是10点开啦，啊，到11点结束。我马上哦，我讲美国 CIA 马上打电话，你们疯了啊？什么事？你们怎么宣布台湾政府成立？我没有啊，我们是应该宣布讲
台湾民政府架构下，台湾政府成立运作，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。你别当老百姓呢，法律的物件吼，一字就是一字呢。你别当讲台湾政府成立，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迄就台独了。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？我跟你讲，你莫讲有啦。我想你遮在座哦，差不多70%听有尔啦。我还阁讲一摆给你听啦。你别当单独讲台湾政府成立，台湾政府成立，这是台独，对台湾要独立嘛。啊，美国甲伊讲几下摆嘛，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嘛，即块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嘛，啊，日本天皇的你要讲独立啥？你嘛要独立会使？你要问日本天皇，你有看伊有同意无？但是日本天皇未甲你同意啦，伊会佫甲你讲迄句话啊，我日本的皇族没有卖过土地。当伊甲习近平安尼讲，甲曼嘛安尼讲啊，对不对？伊本来佫甲你加一句话，让我日本天皇统治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啊，你也免交税金吗？啊，我做一个迄个公妈卡妈的迄个公妈底下，有当时你若欢喜，就甲我拜一下，安就好啊。咱就是要做这个工课啊，但要做这个工课，你表面上莫甲伊讲啊，因为啥呢？咱即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啊，啊，你占领者，伊嘛无甲你讲这块土地是伊的呢，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伊的，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你别当甲他讲一半呢。讲一半就是啥？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啊，头前上下无讲袂使呢，嘛是头前迄句话讲，由日本天皇啊做主权所笼罩，就是伊有拥有。啊，这个理论伫倒？我甲讲一摆，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。马关条约咧写啥？大清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订这个条约，第二条，大清大皇帝将台湾、台湾周边群岛加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，所以这块土地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，而且完全挂给人，什么拢伊的啦，安尼挂给伊。因为割让有几啊种呢？有的是先韩国交予日本天皇，敢若管交啥管辖权？韩国伊的主权一定条咧，但是管辖权、管理权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韩国等于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。啊，台湾拄啊开始的时候嘛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，但是伊伫1945年4月7日，伫台湾这块土地宣布明治宪法。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，你台湾人有参战权跟参政权以后，这块土地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，这块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 territory， 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是为什么来的？所以你不能说，就秘书长说这样就不是，你要知道说，我说这样的原因在哪里，按照哪一条法律，按照哪一条条约，一条一条要讲哦清清楚楚。你若无讲清楚，人听无啦。因为尤其是国民党甲咱教啥，教讲日本窃占台湾，有无？其实日本窃占台湾都不对啦。啊，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，伊才交予伊的首相来甲你管辖。啊，若台湾是 colony， 是殖民地的时阵，伊交予总督来管理。管辖权，所以日本在1945年，这个也做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。1951年9月7日签了的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，23条。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。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。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。这个管辖权有没有放弃主权？没有呢，因为日本政府只有管辖权，他没有主权啊，啊，所以他不能放弃啊。啊，过来，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的规定，台湾这个土地既然是日本天皇他的领土，是神圣不可分割，他就不能把这一块土地割让出去。法律很清楚。美国就是照这个法律，咱过了美国，
当然，美国的行政单位伊讲，阮有照美国的司法部的规定来去做。啊，这个做啥？咱有五条嘛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所以讲好，予你台湾人以台湾政府的名义申请身份证。啊，你若摕着这个身份证，你就证明讲你还未有国籍，你要有国籍尔，你有身份证啊。这个身份证代先证明讲你是台湾人，对你身份证的好处。第二点呢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啊，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伊就甲你讲哦，你台湾民政府，因为经过2008年2月7日成立以后，到即马已经超过5年啊，你的运作嘛真成熟啊，你会当伫即个架构内底，你开始练习成立台湾政府，啊来开始做一个国家形式的运作。安尼就是打破了第二点，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啊，就予你承认台湾政府，安尼就有啊。但是爱记得哦，台湾政府即马是还阁袂使哩哦，袂使用哦。你若用台湾政府，我讲阿强哦，就随甲你服去哦。安怎讲呢？你顶管无管辖。啊，但台湾民政府顶管有啥物人？美国军政府。你若台湾民政府，秘密内底啥物人拢唔敢甲你顶当，包括中华民国。啊，当然，阿强啊，佫较唔敢甲你帮，伊若甲你帮落，代志足大条，就是战争啊！啊，战争咱都无法度战啊！你美国你甲占，咱你也负担。所以你也知影吼，美国真正即个台湾即个周边啊，有足侪军舰伫恁现主席边啊呢。所以你免烦恼，真正免烦恼啦。啊，同时呢，即个战争啊，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发生啦。安怎讲呢？中国会去想啦，习近平。好不容易当了15亿、16亿人的上盖多安呢，哎，那渐渐呢，输那输是边呐？伊头都无去啊，对不对？迄头都袂当去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赢呢？嗯，渐渐话怎样规定呢？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呢？啊，我占领要死哦！我干脆卖占，我做头就好啊！我要享受啊！啊，你所以这个心理你甲分析是啥？会占袂占呐？包括北韩。迄、那个金正恩有无？美国安尼哦，一直要甲战好无？啊，金正恩呐、啊，甲伊美国迄人呢？今日从何来的飞弹甲晒出来，甲升起来，明仔载佫甲放落，佫晒入去。啊，即伊呐扫出来，啊，迄、那个飞弹佫甲举起来，吼、哦，美国足紧张，较紧嘞。喂，航空母舰紧来 ，F-22 拢派来，啊，即嘛。升起来的时阵吼，哎，韩国就紧张安尼。韩国讲，安尼要战争安尼，美国的 F-35是卖袂起的呢。韩国甲讲，啊，我甲你买60只，迄一只1亿外呢，2-3亿呢，一只美金呢，够贵的，迄卖袂出来呢。哇，一个北韩哦，一个迄飞弹甲升起来，吼吼，日本嘛买60只，澳洲嘛买60只，澳洲嘛买60只。美国敢那吼卖这军舰哦，伊讲派几只伫遐吼，所以美国就感谢啥物人金正恩。啊，金正恩伊个拍无？未啦，你讲未是啥物意思？你乃知影未？你讲金正恩的肚子里面的蛔虫，啊，我甲你讲伊未拍，原因是伫你点咩？你伫你摇未着的。金正恩有一个哥哥叫做金正男，金正男啥物人？你甲饲？吓死中国啊！伊嘛真巧呢，中国啊吼。伊即马表面上在你讲，伊讲讲叫北韩哦，金正恩哦，伊甲猫啊，甲战。金正恩哦，虽然30岁哦，伊个旁边的遐伊个边仔智库嘛真巧呢。用咱咱他咱通战啊，那战个较济哦，你绝对5分钟你就翘起来。啊，你若翘起呢，恁哥哥叫做金正男，中国马上甲伊杀伊转来。这个是金日正的正统儿子。接掌政权，所以中国吼，伊是要等，所以中国甲人讲看伊战无，伊就不爱战啊，伊绝对袂战啦。啊，美国咧，伊嘛不爱战，伊是来要卖武器啦。我来塞去边啊，恁遐就爱来买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国际上啊，局势你也要看，哦，你真正也要看，你不要看吼，你干来甲你去惊死。过来，我讲钓鱼台就好啦。尖阁群岛无代无志，甲你宣布迄个捕鱼区，哇，有够快，比台湾较快，有无？你有看无？今日呢，即、這个叫做
琉球的很多抗议啊！你怎么可以给台湾人来这掠鱼？我跟你讲哦，这掠鱼是代表什么？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？你敢知啊？你昨日阁看无的？迄是代表讲日本政府为即马开始伊知影，台湾人就是日本天皇臣民呐、啊。你台湾人就是日本的臣民，所以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所以你才有权利去掠鱼啊！啊，这琉球人哦，头壳都戆戆啊！啊，你台湾是台湾，啊，你来在无代无志来遮掠鱼，啊，你台湾要什么所在玩掠鱼？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，还佫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！你看哦，一个臣民，臣是毋是个臣呐？臣呐、啊？大臣的臣呐、啊，啊，不是神呐、啊，不是神明的神呐、啊，大臣的臣呐、啊，臣民呐、啊，啊？哦，刚跟你讲干神的神，大神的神呐、啊，啊，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国民，啊，因为宪法叫修改起来，所以你人戆戆呢，戆戆讲我来日本政府来个申请啊，做日本的国籍。伊袂好你啦，啊你嘛有够讲，你着做臣民得，你要去做国民，对不对？臣民较好还是国民？臣民较好啦，臣民较好，所以台湾的地位啊恢复正常的时阵啊，日本人看到咱爱拜呢，哦，对不对？会叫你讲吼，大哥你好，还是大姐你好呢？啊，以前日本时代是咱看到咱那个惊你呢，对不对？伊大哥嘛，啊伊即马建树了，伊变小弟呢。啊，所以咱就较紧的恢复正常，恢复正常的时阵哦，咱去日本哦，嗯，行路有风的。即马今日讲哦，叫上个叫一个头前，甲你讲，臣民来了，臣民来了，国民让开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哈，这国际化就足趣味的。过来讲，这俩做，这俩做琉球。啊，这钓鱼台吼、哦，会当去掠鱼，这主要就用日本政府啊开始认识讲哦，哦，恁台湾民政府所讲的讲台湾人要阁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啊，恁都有权利去遐去掠鱼，啊，无因就是讲吼，啊，建树去啊，日本人讲，阮都用建树去啊，含大拢无去啊，其实呢，伊即摆看到咱这论述了，伊开始翘起来，哦，原来哦。咱即马还阁有台湾迄块土地呢，所以即马日本人足济吼，感觉讲吼，开始来咱遮嘛，伊嘛来受训呢，甲恁同款，我坐遮呢拢几啊班呢，伊拿来受训呢。安怎讲呢？因要了解上新的国际法、上新的政策，所以呢，咱嘛感觉即马愈来愈骄傲呢，因为日本人一批过一批、一批过一批来呢，含即马日本的迄个爱知河南，就是前的国务，即、這个做国防部部长。啊、来两三届啊呢，伊甲我讲啊，哇，我每一摆来拢得到很多呢。所以讲哦，这进行法的这个学问哦，唔从一届你提起，啊就刷起，爱提几啊摆呢。讲到这学问，啊，你有迄本《新台湾论》举手，《新台湾论》要求无一半呢。啊，恁其他无是啥物，拢足聪明的呢吼。我甲你讲吼，恁若要做到迄个高级的行政官员啊，一定要有《新台湾论》啊。我无一片，你吼新台湾内底，看一摆新台湾的举手，一摆，拢有看完才通举手哦，无看完莫举手哦，一摆哦。我要甲你问，我先甲你讲哦，我靠哦，好，啊两摆举手，两摆，真诶啊假两摆，好，等下我甲你考试。我甲你讲哦，新台湾论，你听我听，我毋是叫你看皮啦，爱看内底。哦，真巧呢，真巧呢，这个小姐有够巧呢。你讲哦，你要看几摆，我无法度。我头前后边安尼看一摆。我跟你讲，新台湾论内底的论述啊，我会当跟你保证，每一字拢跟你拍字的，我跟你编辑的，啊，去用印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新台湾论哦，真正真深啦。嘿吼，你唔是讲吼看一摆两届，但是你若看，你若加看几摆哦，你比现主席即中华民国迄国际法博士啊，佫较博。干那卖讲博得啦，伊个英语就无一定看有，所以你吼
对你家己爱有信心啊。尤其咱即摆上国级班哦，就是要做迄个行政官员。我甲你讲哦，咱即摆训练哦，会袂歹呢，即期嘛，阁超过300个，超过250几个有啦。而且250几个，咱的顶两期吼，差不多600几个，即摆加起来，拢总已经有差不多国级班的吼，超过2300位左右啦。啊，阁离开4000名，阁剩下咧1000七啦。哦，那一摆300个哦，啊，我就妥当啊呢。安怎讲呢？我阁再上迄5、6摆，我就解脱啊呢。啊，就4000个拢有啊。我甲你讲，准备好了。但是美国即摆最近我发现伊反应呢，一直咧催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差不多2礼拜甲你问一摆啦。我2礼拜，你嘛甲拜托诶。你甲规定爱3天2夜。我著3天2夜伫遮吼上课上到喙焦，拢无去呢。啊，3天2夜，啊，就初级班佮高级班，大家吼，我也真辛苦啦。啊，家己替家己拍手鼓掌。好、哦，我但是呢，最近的这几期我看，安尼目睭甲看起来，他们拢乌的啦，大部分拢乌的啦。啊，这是吼、哦，甲迄所谓的独派啦，吼、哦，甚物派吼、哦，啊，拢腻的哦。诈骗集团所以哦，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秘书长的也是你的啊，我终于了解，他在说哦，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哦，他说我还他们啦啊，今天齁真欢喜，我已经想了2年多，奇怪，那你讲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，我终于今天发现，我头发是染的。啊，真欢喜呢，因为齁终于得到答案。如果讲头发，我承认，啊，你好冇？啊，你有承认冇？你有冇？嗯、啊，好啦，有诶无啦？我知影有诶，我看嘛，知影迄个面拢安尼，悠诶，拢少年啊。我能够讲起，我时间差不多，卖讲来。咱头我头来讲讲吼，即、這个做，即马都要先讲吼，是昨啦，4月25号的记者会啦，你要听无？声音不够呢，要听无？坦白讲吼，昨个记者会咱出错，咱出什么错？不要紧啊，因为迄个出错啊没有很严重啊。因为咱要参加记者会，这累积这大神哦，嚯，拢欢喜个对不对？要向全世界宣布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个宣布讲哦，从今天开始，台湾政府正式成立。啊，你也不拍手？哎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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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一拍手表示你找无通了。你台湾政府正式成立，你袂当拍手啦。台湾政府正式成立表示什么意思？你要台独啦！美国 CIA 马上打电话来呢。哎 ，Roger 有没有搞错啊？台湾政府正式成立，你们在搞台独啊？我、哦、没有啊，我们原来在台伫台办哦，要出的时阵讲的不是安尼呢。咱底下伫台办开会要甲讲啥？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，台湾政府开始运作，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。全文是安尼啦，夭寿哦，迄几个哦，一个欢喜哦，讲个宣布讲哦，台湾。政府已经成立，啊，美国人哦，惊一跳，哈，啊，你咪假地讲台湾民政府啊，要成立台湾政府，要成立台湾国，不要紧，我11:30知影，我马上啪啪啪看电脑看啪，伫咱的官网先看，台湾政府郑重声明，来，迄声明发出来，欸，这真要紧诶，所以我特别爱你讲，迄个。在我们的网页的首页，我马上给写一个声明，早上12点，这个声明就要出来，你看，
130425台湾民政府声明，针对0425美国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记者会，台湾民政府部分成员脱稿宣布。那是脱稿了，那是来讲哦，我看不是脱稿了，是欢喜啦，大家嘛欢喜，要去的时阵大家欢喜较好。我跟你讲哦，因这边等啊，那17个拢爱记过，我无甲伊骗哦，全部要记过呢。阿公害了阿中立嘛，爱记过呢。阿爸爸多你要承受啊！宣布一下，哎，安内，搁加改这个，哎，阿这宣布成立台湾政府，这是严重错误的宣告，台湾民政府予以严重警告并处分。我不处分未使的，无处分美国都未爽呢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去处分呐，不管安那哈，而且这个处分会蛮严重哦。哎，台湾政府成立。那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，台湾政府啊就开始运作，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是完全两回事呢，完全的两回事呢。啊，所以呢，台湾民政府郑重宣告，正确的声明应该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，台湾政府正式成立，开始运作，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。啊，咱出题了。真正出题啊！不过哈，好佳哉，咱马上伫官网马上要发布啊！这一发布呢，美国他就释怀啊！释怀呢，我讲好啊，安尼会使无？哎，好，可以。啊，我的旅行证件当时要换。哎、欸，我有目的诶，咱本来是台湾政府佮宣布成立啊，刷入去变啥？台湾护照啊！啊，但是即个台湾护照佫唔对去呢，因为。台湾护照，所谓的护照是什么意思？主权独立的国家才可以发行什么台湾护照。啊，那是即马是要搁军事政府占领，对不对？诶，未歹呢，恁即马拢愈来愈巧呢，我煞上课拢假诶。因为我们是占领地，所以咱家己当用什么 travel document， 就是旅行证件呐。迄当阵德国去用占领有无？伊摕嘛是旅行证件。琉球去用美国占领，摕嘛是旅行证件。香港，迄当阵提嘛是旅行证件呢，就从占领的所在，诶，老百姓若要出国，拢爱用旅行证件。啊，所以希腊人讲一句话：台湾护照免签证。请问有台湾护照，请你举手。我干阿你一个，你读两摆，佫有台湾护照。我甲你讲，无人有台湾护照啦。爱什么时阵有台湾护照？就是这一万个台湾政府已经发给你台湾公民身份证的人，可以申请台湾旅行证件，就是美国希拉里所讲的台湾护照啦。安尼欢喜无？啊，所以你会甲我问讲，啊，当时要出来，咱台湾人拢足奇怪，都人了拼到要死哦，你嘛小讲安慰，唔是啦。什么时候会好？我就怕哎，刚才秘书拢应该去做的呢哦。啊，那台湾人都无法度嘛，哈、哦，啊，无法度就只有较怕病。啊，即摆呢，那也差不多啊啦，因为即摆来拢开始哦，跟美国开始直接谈判。但你前几款出题哦，坦白讲哦，这坦白讲是不应该犯的错了，因为咱的干部哦不应该犯了。你想嘛，台湾政府开始成立，成立台湾政府。笑的呢，直接讲背波，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。人即马反辜宽明嘛安尼讲，你看哦，辜宽明讲哦，我现在变得比较聪明了，台湾没有独立问题。过去辜宽明建国就要独立有啊，伊即马巧啊，这两天的报纸啊，伊家己出来讲啊，哟，自我解嘲啊，我现在变得聪明了。各位，咱比较聪明对不对？对。咱较聪明啊，伊较最近才聪明。啊！伊报纸写，报纸写，伊讲哦，伊最近较聪明啊，伊即马发现讲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，完全答对。啊，问题还阁什么人戆推耶？台独啦，台湾独立联盟还阁推啦，还讲要拼独立啦。迄拼独立什么？我甲形容拼到敢那虎形，你知影？虎形哦，想要飞外口啊，玻璃有啊，弄到伊甲你讲哦，你不够努力哦，过一摆较大力嘞。啊，你不够合作，然后
招一吨的土生计甲弄，嘛是同款啊。迄个表示台独联盟他的政策、他的论述是完全错误了。你要飞过这个窗仔门真简单嘛，你着过有迄个窗的时阵，唔就着过啊嘛，敢毋是？拢免用来，咱就是为迄个窗仔门边啊飞过，咱毋是好心咱人。但是咱用啥？咱用一支笔，有无？我无从来无甲你讲哦，你都爱去革命，爱摕刀摕枪去改变。但是有真侪人甲你讲安尼，啊即摆吼，你甲讲，无你只有在线啊，伊即摆甲你讲，你无 LP。有够趣味啊！你叫大家讲来个拼，啊！你家己咪在后壁，真正做一人拢是这款型。伊吼，互别人去死无要紧，伊家己卖死。你唔通中计，这社会这种人足多，我甲你讲。所以咱唔千万你都唔通中计，你要用你的智慧小想诶。安尼安尼讲，咱台湾人有真合作，无唔对。啊，所以有人讲啊，台湾人不合作，未必见得啦。好，刚才咱台湾民政府很主席，这个身份证已经有一万份出来，超一万份了。啊，咱4000名嘛，已经训练2300名左右啊。哈、想得真欢喜呢。我差不多过在半年左右哈、我都拢超这4000就应该完成才对了。啊，那个完成的时候，哇，我只要困个足艰苦的。啊，恁吼，我那较艰苦嘞哈，因为这两天吼，爱只只困，当然吼，即摆人遮尼啊济吼，好，刚才现在是寒天啦，吼、无讲真热啦，即摆还可以啦。啊，即摆过过吼，啊，脚手较紧的吼，啊，无即摆六月过吼，哇嗨啦，袂当一摆真正一人袂使呀，因为伤热啦，吼，伤热。啊，所以呢，非常感谢各位啦，吼。啊，恁互我呢会当吼，减困几啊天吼，多谢各位吼，谢谢。啊，所以吼，啊，人遮济吼，你唔通抱怨啦。当然啦，人愈济吼，服务就会比较烂啦。那是一定的哦，没关系啊，多谢哦，真好。然后坦白讲哦，我唔捌看，唔捌听到讲恁所有人抱怨啦，有啦，有偶尔哈一两位啦，哎，是服务的态度啦。因为咱即马用这个农庄哈，咱服务人真是不够啦。因为香港一摆来拢两三百个，惊死人嘞。啊，那是奇怪哦，咱来愈来愈侪人哦，表示咱的论述啊呐，宣传，咱哪有宣传，咱哪有宣传，但不。哦，一个讲一个啊，我迄个宣传啊，口碑很好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呢，诈骗集团口碑很好，哦，想到这点啊，很得意呢，哈，全世界诈骗集团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啦，口碑很好，安尼有算无？有啦哦，妈啦，诈骗集团要拍手，死搞恁拢共犯，好来。那个昨个迄个记者会吼、有出错啦，啊，但是好个咧吼，出错了，咱马上发布声明，更正就对了。啊，这声明好出来吼，啊，美国就释怀，美国就释怀。啊，即马美国，但是美国释怀哦，本来去讲吼，政府官拢要去的吼，因为知影讲咱的出错吼，全无人敢去，全无人敢去。啊，这也不要紧啦吼，啊，相信要过第二摆，伊即马吼，咱要过因吼，伊用分做东岸甲西岸去演讲嘛。咱即马伫东岸甲西岸我们会看他的演讲的那个袋子，美国也去看，看你到底恁这個台湾民政府到底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是要行独立的吗？还是啊，假先讲啊，这個台湾民政府啊是一个要宣布独立？我甲美国讲绝对不，我们绝对不会犯错。我若犯错，就是咱下骹家人犯错，啊，我若我拢未犯错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拍手啊！我若犯错就完了嘛。对不对？我觉得，所以我不能犯错。啊，那安尼吼，我对我来讲约束力太大，你知不知？变作吼，走路都要注意，唔通跌倒安尼，很痛苦呢。不过最近心情有较好啦吼，心情好的原因就是讲，看到讲离开要接掌政权吼，一天一天来接近。虽然一天一天接近啊，我个人我真正足烦恼的。安那讲，咱有能力无？咱有能力无？咱有法度无？虽然单一当时在台湾是1000名，这个600万的这个人口的台湾，咱即马4000名要接连这个2300万的台湾，他们讲我真是有点担心呐、啊。啊，这个很担心内底吼，咱就希望讲咱大家各位吼，由自己本身做起，哦，大行呢，那自我要求，你是政府官呢，啊，所以明仔吼，明仔这个做礼拜六的中午吼，我们迄个做协商会来。都希望啦吼，恁家己，你若讲
家己买外口，我也不反对啦。但是讲一定穿黑色的，啊，啊领带那种规定的。后摆呢，咱的制服就是黑色的西装，啊，那一件黑色的西装，两领裤，男士哈，是5000块啦，应该算便宜啦。那是咱的学员啦哈，啊，这个女士哈是一件西装，啊，一件裙，啊是一件裤，啊，这是咱的制服。咱看看哦，你看看，咱去开记者会，17个人拢穿黑色的，啊领带呢，拢穿迄个啊个银白色，哦，很好看，一排拢足好看。这是咱的制服，啊，咱的制服你唔通看咱这個，你看今年日本的靖国神社，几个人去甲参拜，168。过去靖国神社几个人去拜，30个，上济80个。现在今年168，原因是啥？咱台湾民政府啦。咱台湾民政府伫去年150个去，日本的靖国神社惊着呢，嘿、欸，啊，这阵拢穿黑的呢，啊，为台湾来的，啊，而且讲家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，啊，靖国神社干那臣民甲日本天皇会当入去内殿呢，咱拢入去内殿呢，日本人日本的遐内阁啊，含内殿嘛袂当入去，日本的靖国神社你到外口摆倒。咱无共款呢，咱是入去内底呢。我相信咱有诶，啊，咱可能也未有啦吼。妈呢？啊，今年几个？220个。哎、欸，我讲哎、欸，哇！你日本诶内底，你甲咱拼赌诶呢？伊今年、去年咱220个，啊，伊今年呢168，当然也阁输咱诶去年啦吼。哎、啊，赢咱去年啦，但是输咱诶旧年啦。咱旧年220个，所以今年六月咱要发动开始报名，我想要互250个，你讲好唔好？欸，这拼了跟日本人感觉很无民主的呢。咱吼，愈做愈多人，啊，即摆话日本就伫头壳听。咱遮2000万呢人口啊，迄300万无算啦，迄中国人绝对袂去啊。中国人讲，我要甲你拜靖国神社，要怎啊？欸，靖国神社内底是台湾人有几个？39100个。啊，中华民国的忠烈祠内底有几个台湾人？100个无呢？啊，你就知影讲你台湾人啥物人啊？死以后，国家要甲你拜日本啊！啊，你毋是日本人，无是啥？台湾人个逻辑拢无个。你台湾人有去做兵死足济人，敢毋是？啊，死个爱甲你囥，照道理来讲爱囥个对。靖国迄个忠烈祠呢？伊无甲你囥呢。啊，若人日本人若去做伊个兵，啊若死，甲你囥个忠烈祠，互你享受香火呢？啊，你嘛大家较爱做兵，较爱死，对不对？你讲笑啦，但是我的意思讲吼，享受香火啦。对不对？迄是一个意义嘛，敢毋是？啊，你看，咱台湾人无代无志去互中华民国掠去做兵，死拢应该，拖拖去台安尼尔。啊，你台湾人做日本兵有尊严嘛？因为咱就是日本人嘛。啊，更何况我即摆已经发现讲，咱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我嘛要来做臣民。后摆吼，咱来甲日本讲吼，臣民来的时阵，国民徛伫边啊？啊，你好唔好？诶，日本的教育以前安尼嘛。迄个啊，做高中诶，迄个高级班的学生来吼，迄低级班咧徛伫边啊，互伊过呢。后摆我一定要甲日本人讲，你若看到台湾人，诶、欸，要台湾人诶，啊做啊，咪创一下记号对不对？简单嘛，咱台湾人有这个 logo 嘛，西装顶冠有无？看到这个 logo 诶，拢爱徛伫边啊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恁是有诶，有够过分呢，迄讲笑诶啦。以前嘛唔通讲吼，叫日本人安怎啦？大家拢平等啦，吼，大家拢平等。我是你讲吼，咱台湾人，坦白讲，咱台湾人过去这400年来吼，嘛做真侪歹代志。安怎？咱台湾人坦白讲吼，不合作。所以奥多新兵啊，日本的第三任的行政长官，迄个行政长官来的时阵啊，伊安怎讲呢？就是，迄叫做唔行政长官啦，迄个啊做叫做。敢属于迄个社会生活迄个部分，迄奥多新兵吼，日本天皇甲叫伊转去的时阵吼，伊20几岁就来台湾啊，啊，做超两任以后吼，啊，日本天皇甲召见，伊甲讲吼，来，啊，台湾人好管无？伊讲真好管，啊，你用啥物方法？台湾人姓三味，爱钱惊死，爱做官，那这三味甲管落去，台湾人服帖啦，啊，你看今日。是不是安尼？国民党管台湾是安尼，同款用这三味啦，爱钱，
选举有啊，五百块、一千块，卖讲一千块啊，伊若五百块买，都伊就甲你买五百吼，对不对？爱钱啊，惊死！台湾哎，惊死台湾爱惊死，所以我有常讲话，啊，你讲的三个代志吼，所有全世界的人拢共款啊，什么人无共？什么人唔惊？不爱钱的，敢有？敢有？无嘛，拢爱钱嘛，对不对？爱钱的举手。你外面的歹举手呢？无，恁吼不老实啦。爱钱啊，我嘛爱钱来买。啊，你无钱是咩食饭啦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钱，你免来遮交迄个住宿费。所以爱钱嘛，对不对？咱吼拜托，咱大家吼爱心胸爱打开，爱老老实实。实际上安那想就安尼，我喜欢就喜欢，我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对不对？都安尼好唔好？爱钱的举手。对啊，假死的假手，个人不爱假手了嘛，爱做官的假手，啊嗨啦，恁不爱做官，我就麻烦嘞。咱事前的准备要来做官，你搁不爱做官，拜托做官啦，我甲你拜托爱做官。你若无做官，是事前我尽快接袂起来啦，安尼会使无？安尼要做的假手，你若无假手，我不爱互你来受问。你乱费一个名额，要过来，今日要过贵下来报名的时阵，已经客满了。讲，拜托，你后摆才来。贵下拢去用半途叫人转去，无法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讲吼，讲笑归讲笑，但实际上吼，这款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啦。尤其台湾的论述，你做这个行政官的时候，甲美国要一定要谈判的。美国谈判的时候，你袂当乱来，你袂当讲吼，台湾独立、台湾建国，这种不对。台湾无法度独立的原因是对，你有处置啊，日本天皇啊，啊你无法度建国是安怎？因为日本天皇无同意，你是要建什么国？人伫帮别人的土地顶要共建国，哪有人阿爸加这款型？啊，我讲啊，公道就好啊，公道好啊，我来带领导啊，啊，少少的讲，来咱来公道这间厝变上诶，无迄个代志啊，啊，这款的代志会怎知影？但是对一个国家，你就听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完全不对，所以呢，你用迄个日常生活里面的迄个代志，你就甲推想到这个国际法的所规定的。其实国际法内底啊，咱较少读的万国公法，甲一个自然法。什么叫自然法？自然法内有一个良心法。这良心法，我就你甲比讲，你们要有良心呢。你台湾占遮久啊呢？啊，你占遮久啊？你爱嫌我台湾人安尼，对不对？全世界无人占遮久的啦。为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占到今日，啊！伊即摆安怎甲我讲呢？唔是我占你啊，是一个中华民国占的。我中华民国咧讲消的，啊！你第十三条，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就是讲主要占领全国。你唔能看讲主要占领全国，你看有？你看无啦？卖讲你看无，迄读国际歹咧，读书嘛看无啦。什么叫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？ 主要占领全国，这个 principal。就是有代理的意思啦，代替啦。美国是这个主要的占领全国，但是伊叫中华民国来代替。啊，即马美国我咧甲伊讲啊，伊怎起火啊呢？因无啊，我无叫中华民国，是伊中华民国来霸占的。我讲，你讲迄个话，我来听拢无啊。啊，你当时甲中华民国签两个条约，一个叫做《中美共同防御协定》，有无？拥有。第二个《台湾关系法》。这两个就是啥？就是代理的权利啊！你无占领，你无来占领，你叫中央代理，这两个就是证明嘛？对咪？我有巧无？所以呢，伊是要杀，伊要上啥？伊种剧情，我甲叫伊爱背。你占领台湾无要紧，你叫我去做兵，伊后摆拢背。你要背无？要背举手。查某，你举什么手啊？你有做兵吗？你霸占的时候，你的所在被霸占，你也要派你的军队给赶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合理啊！
啊你，你本来是你爱占的，啊，你叫中华民国占，你讲去霸占，啊，你霸占，啊，你不爱甲挂吗？你爱甲挂，啊，要甲挂免啊挂，足简单的嘛。先第伊喙齿拢甲拔掉嘛，啊，喙齿拔掉啥？就是部队叫伊停嘛，啊，所以免美国一步一步拢去做啊，吼、哦，联勤总部无去啊，啊，军队的 logo 拢去掉的，啊，起码讲台湾人免做兵有无？啊，免做兵的时阵，迄高华德都咧讲，哇、哦，糟糕啦，我们兵员不足，募兵也不足，你连募兵都不可以呢。啊，伊即马呢，无法度的时阵吼，伊讲要恢复征兵啦，我保证绝对不当恢复。谁来讲？有咱伫的啦，咱去逼的啦，咱去甲美国讲啊，哎、欸，你中华民国，你占领我台湾，啊，你叫我去做兵，啊，你反建人员，啊，我若卖办那个马英九的这个，我办奥巴马呢？因中华民国代替你呢？点名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即马烦恼，烦恼啥？哎、欸，咱若接到政权。是不是咱会去解要求讲要求这要求那？当然啦，我有滴考虑啦。你怎琉球？1972年的时候啊，做美国来兴哦，这个做日本天皇。啊，要日本天皇要兴的时候，无多兴啊。安怎讲？日本天皇权力叫 suspend 啊。琉球嘛是臣民哦，伊嘛是臣民哦。啊，伊叫调去的时候哦，伊兴哦日本的时候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建书嘛。建书的人爱陪建业的人，这足奇怪的国际法呢哦。建书的人足凄惨嘛，对不对？爱个陪，所以不是讲，所以你若要建业，你一定爱建业。啊，建书爱陪你。啊，日本哦，坦白讲哦，利用这个机会哦，甲中国敲诈好几次，伊都见败了退休谈。啊，一个建的哦，爱拢赢，日本拢赢。啊，那赢的时候哦，中国都爱陪。啊，陪干哦。赔到伊所有的办学费用哦，拢叫日本摕去，啊，所以日本哦，后尾也变得非常强盛。迄阵世界来讲哦，日本的这个做武器哦，是世界第二的国家呢。当然，那嘛是日本呢，因为后尾啊挂好日本嘛，日本嘛建设台湾。哎，1935年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办了万国博览会呢，你敢知啊？什么叫万国博览会？迄是先进的国家。富裕的国家才有资格去办的呢，咱台湾办过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咱是足够的呢。当然，咱是办的时阵，全世界拢，迄阵中国嘛有派迄个什么单骑马班来，迄阵有来看啊，看看讲哇，台湾人民好幸福啊。咱台湾人民，当时迄当阵，因为迄当阵还袂变成日本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台湾人民，咱看1945年4月7日才变作。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到迄个时阵，但是迄阵咱听人讲，日本人拄啊开始有台啦，啊台是安怎？你不服气嘛？你无服嘛？人土地挂乎伊，你都爱挖伊啊嘛？啊，但是台湾人总即款个性，西街挖嘛大兵，台湾拢是安尼啦。啊，即摆吼无法哩啊，无伊法哩啊，叫伊读到差不多啊，伊就听伊的。啊，国民党拄啊惨，但你创一个228，才126,000人。600万的人口，差12万6千，喂，迄比例足悬的呢，迄差不多吼，恁家隔壁逐每一个家家户拢死一个呢。迄个时阵，12万6千啦，我乃知12万6千，你记咧？1947年2月28日发生，经过15年，1962年，迄当阵台湾省政府的这个省议会、省议员，甲问迄个警备、迄个警察局、总局的。讲啊，到底228死偌济人？伊讲哦，我唔知影死偌济，但是我甲你讲一个数字：有户口无迄个人诶，有126,000啦。但是126,000，咱袂当讲全部拢算伊少，安尼无公平啦。12万6千内底哦，爱扣掉啥？靖国神社39,100，扣掉差不多还够700万啦。所以上少是700万，啊，奇怪呢，啊，228迄阵出来领钱的，才800个尔呢，啊，查下者，对吧？800个甲700万，差几啊倍呢？足简单的嘛。228的时阵哦，足侪拢啊，规家叫灭掉的。伊甚至无去用手铐，甲你抓，用迄个烟线吼，甲你装这个哈，手，甲你手的中心，甲你抓过，啊，你袂走啊，啊，头前迄个甲插的，互伊落海。后壁拢一寡拢落，中国人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即马台湾人侪人搁走去中国去做生意，遮人哦，毋知你想啥物。
啊，但是他们讲啦吼，那伊民进党因这人，伊讲吼，啊，恁选我，我就是要带恁安尼啊，安尼我都无安尼甲你讲啊，我是讲希望讲你咱甲中国切开啊。但是你选好伊啊，选好伊代表啥？你相信他吗？民进党，我常常讲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。我是安尼讲伊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因为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甲伊的台独党纲内底写啥？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有无？这因的党章嘛。所以伊讲，我老老早早甲恁这台湾人讲，我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啊。所以你选我，我要去中国行动的啊。啊，谁叫你选的？啊，中国国民党较戆啦，伊一开始就顶悬挂两字“中国国民党”，啊，但伊有钱啊，啊，伊有钱通甲你买啊，对吧？你若邓华，我给你偌济？伊敢甲你买票啊？18%啦，即种诶，拢是伊买票诶手段嘛。啊，所以台湾哪有自由？台湾选举敢有自由？无自由呢？啊，有民主嘛？嘛无民主呢？啊，拢是假民主啦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诶，民进党甲中国国民党两边伫竞争诶时阵，中国国民党免讲伊是中国嘛。啊，中华民国国民党诶，民进党，中华民国民进党对啥物？简写中国民进党，两个中国。你转我上面嘛，拢共款。你到底死个嘛？你有啥物落好通活？你无落好活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讲哎、欸，你唔通去选，无可能，无爱选啊！安怎讲无可能？转伊一票30块呢？你讲你是有够衰呢？你无代无志，转伊一票，人你我搁掏出30块给伊呢？你表面上是袂摕伊啦，但是呢，你缴税已经该摕伊啊！啊，震动了这50块一年。啊，若做四年就200块，所以你若见摆去转一遍票，你就爱了了的，230块。你不能叫伊讲230块无济呢，叫你做一个身份证1000块，干干叫230块防提价，你唔知影？啊，你看有可能？啊，你转票，你敢免坐车？啊，若坐计程车，你了够啊济，对不对？啊，政策来过回乌洗一下，甲你洗一下，你就了够啊济。所以讲的。台湾人什么时阵才我都觉醒啦？你虽然安尼讲啦吼，是讲我是希望2014年甲2016年的选举无啊啦，咱绝对无爱互伊选啊。但是人讲选举吼，恁我叫恁讲，恁通去当票啊，照常你嘛去当，你要相信无？袂吧？啊，你若不爱去当的，举手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去当，你会巴肚疼啦。但是吼。我感觉吼，我见面人讲巴肚疼哦，啊拢无影呢。啊，毋知后摆要讲啥较好吼，你才会惊，你拢未惊呢。你啊，先呢，蔡英文迄摆我就讲吼，毋通去当票哦，蔡英文会收80万票啊，啊毋通去当哦，好，啊莫去当个野手，大拢野手。啊，你啊去当个巴肚疼，是讲你有当吗？大拢讲有嘞。台湾人很奇怪呢，一套伫外面人讲一套，另外搁讲一套，毋通安尼啦。你若安尼哦，真正台湾会无救啦。咱若讲啥，就爱来做啥，安尼较好啦，安尼好唔？即拜托个吼，即你毋通直接上课上假呢？你毋通我都为着迄张毕业证书我才来呢？所以呢，有人即摆甲我建议讲哦，安尼吼，后摆爱考试，吼、哦、最后一节课考试，啊考无过，过来一摆，安尼好唔？好啊，好个举手，卖假啦，卖假啦，我来讲爱考试，无人要来。但是我要讲哈，我哎好，我言归正传，我要讲就讲哈。虽然呢哈，虽然这个咱无考试，啊，即马先啊，即马先拼个数字哈，甲美国讲拼数字。我当数字有诶时阵，我着美国讲，哎、欸、来，尽管交出来。啊，看美国，即马美国一直要交出来。美国甚至甲咱讲哈，要全面接掌。啊，全面接掌，我想着读个贸易修，啊，全面这样事情也免他去接啦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讲，哎，很简单，我都无，没，咱哦，台湾人没有台湾的政权，所以美国你也来敢指导，对不对？啊，美国有滴指导有啦，你弟呢，这个叫做海钓啊，哈，其实海钓已经礼拜在台湾超2000名左右啦，哈，因为你甲看哈，海军陆战队啦，海钓啊，伫这个啊做青川港也好啦，哈，啊，乐山啦，哈，啊，我讲几下摆，嘉山啦，哈，清泉港啦，哈，啊，遮拢有啦。啊，你有机会你也看吼，你也看到讲一寡迄头吼，铁杆啊，迄个马桶盖种，薄薄安尼话，迄种海钓啊啦。
啊，有个一个所在你会看到，你去台东啊，台东的迄个做啊、长滨啊，长滨遐有一个海水浴吼，遐、啊、全部拢是美国啊，吼、啊，拢是遐美国啊的军队啊。长滨啊，台东的长滨啊，到台东的野手有无？台东有啊吼，啊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吼、啊，迄长滨吼、啊，当然啊，啊礼拜六甲礼拜天啊。哦啊，天气还不错，你唔通讲落雨，你去看讲没有啊？你都爱好天哦，伊才去受罪，哈、哦！哎、欸，我讲哦，咱有人拢安尼，我明明甲你讲安尼哦，哎，即嘛经落雨天气啦，国家讲没有啦，啊，你像我讲，中华民国飞机拢迄个 logo 拢涂掉哈，好、哦、啊，足认真嘞，啊，做带滴冰冻哦，跳工坐椅啊去坐迄、那个，坐伫迄、那个哈，迄、啊那个跑道的边啊呢，甲算个，甲一只一只看，秘书长还阁有呢。我然后你甲翕相啦，啊！即马讲了，我算运气袂歹呢。我甲讲了吼，过两天了，秘书长好像已经涂掉了。我算好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你讲涂掉，伊有空马上甲你涂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当一工两工会有迄个问题。青山港有美军，嘛大家总我甲你讲啦，青山港的美军吼，每天晚上有固定的班机伫飞。非常啊，做管道，你都唔知啊，固定的哦。迄个是哪？迄、那个海陆的，迄个啊，做伊用747呢。所以你若有时间去哦，啊，过来你嘛当去看，我看讲的也不对哦。你哦，伊边啊有一间早餐店，伊早餐店哦，每天在供应迄个机场内底的遐飞行员呐、啊、吼，啊，修理的技师。一天差不多有150分的早餐啊，啊，听讲食真好，伊一天的早餐食100块啦，吼、哦，100块唔知食啥，我唔知呢。汉堡嘛，刚刚免100块嘛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免啦，哈、哦，嘿，啊，因一天的迄个费用是100块啦，早餐啦，哈、哦。无啦，台票你嘛较拜托，而且你无良心啊。搁较好嘢嘛，无迄个一天食100块的早餐美金。100块台币啦，哈、哦！这个也做，你若去那个看哈，啊，你若有机会哈，熟悉迄个老板，你当个问啊，哈、哦，哎，啊，你有看到飞机？哎，老板嘛足臭屁的啊，哈、哦，有啊，我有看哦，我咧计算嗯，我有影哦，你算厉害，哎，飞机什么型？比中华民国较大只，嗯，好，你敢问你？你家己去问嘛，卖讲我讲嘛，你家己去问嘛，啊，但是伊无法度带你看，第一啊，哦。哎、欸，你在那边上迄个做早餐哦？你我替你提上去看麦，可能会我到进去入去看，哦。当然啦吼，当然啦，迄看嘛无啥啦，也毋是机密啊。你真敢若咱呢？咱伫遮咧上课，咱拢公开啊，咱都电视拢直接播送啊，对不对？拢直接播，拢直播呀、啊。欢迎中华民国，还是共产党，还是民进党、国民党，什么党拢不要紧。美国全世界一天看咱的电视、那电视、那个电脑的直播，已经超过25万人。25万人呢？你拍手呀！普通啊，卖讲25万人，你电视台播出啊，都不一定有2万人呢。那种25万呢？起码已经向这20万个迈进，个鬼呢？不然很快就达到30万。所以你若看咱的首播哈，速度拢会慢去。太侪人伫同一个时间去点了，啊，所以变我讲的话吼，那一句一句，我们要嗯，一句，啊，所以我是甲你建议讲吼，你不一定讲啊，像讲咱即马唔到8点啊，要上个要等下要过有6分钟嘛，吼、啊，你卖讲拄拄啊好这个时间你来听，你会当看重播，你若看重播吼，还是晚上无人伫甲你闹啊，你家己来听，哎呦，真清楚。我跟你讲吼，每一届每一期我的课，绝对内容都不一样，而且内容呢，我拢会，我拢会加一挂新的入去，啊，加一挂新的，啊，有诶旧诶，我会重复来讲，主要是要互你读较清楚诶，因为有足侪代志吼，你若讲甲讲一摆啊，真紧都袂记咧，啊，我若加讲两届啊，都会足清楚，会人来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唔敢讲大家头脑无好啦。但是大家拢需要讲哦，多讲几句，因为国民党到底68年的教育很可怕呢，68年呢，你想无？68年呢，所以我刚才讲，想讲简单的例就好啊。两三个月前，
日本甲中华台北拍野球，咱拍赢拍输，拍赢拍输，咱拍赢，拍输，呀呀，同款一个物件，两种个答案，也有拍赢也有拍输个啦。咱是日本人，啊，日本队拍赢拍输，拍赢嘛，啊，中华台北是啥？中华民国个人嘛，啊，中华民国叫咱台湾人去做个佣兵嘛，啊，拍输应该嘛。啊，足简单有无？但是你定会飞起啦。所以中华民国台湾，你若拆袂开，死机。中华民国甲台湾啊，绝对爱拆开。你若拆袂开，啊，你就戏都不要唱了。所以你一定爱看报纸，认真甲看。写中华民国，你甲换台湾看卖啊。啊，若写台湾呢，你甲换中华民国看卖啊。你就会当发现讲哦，哦，内底有故事呢。所以。中华民国甲台湾，你伫遮咧上课，学几点？第一点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啊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啊，这两知影嘛？西藏流亡伫即个叫做印度的德兰沙拉，伊敢有法就地合法？啊，若就地合法，就伊占着啊，这印度的土地嘛，所以不可能。第二点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你占领，你不袂当叫即个当地遮的人。去学因的番仔话，就是伊的华语啦。咱台语伊袂当甲你改变，你改变就等于是移转我们的主权。当时中国人袂当移民来台湾，你占领地不准移民啦。嗯，伊讲伊即摆哪有理由呢？伊甲美国讲，嗯，啊台湾人都娶无某啊，所以我就开放啊。要求开放了较济哈，台湾人甲中国人结婚的囡仔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中国人呢？有叫国籍甲无国籍结婚，国籍，你会惊无？所以咱厝内底若有甲中国人，还是越南，还是哪位国家结婚呢？拢会变作越南人呢。所以，但是中华民国足要挟呢，甲越南的还是印度的讲，啊，印尼啦，毋是印度啦，印度恁可能无爱啦吼，因为印度较乌啦。哎、欸，我讲即句话唔对，我袂当讲较乌，因为这有。歧视嘛，哈，其实乌的比较水啦，我较爱乌的啦，我这是硬凹的啦，我还讲哦，你有伊吼，伊中华民国规定哦，越南若要嫁予我台湾人哦，会使你要放弃国籍，啊，即嘛吼，越南的国籍甲放弃，啊，咪嫁你，啊，那幸福就真好啦，啊，有的查甫嘛足夭寿的呢，结婚无甲一年刚离婚呢。啊！就离婚以后，这查某想讲靠开讲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袂当等于变成没有国籍。啊！你台湾这边嘛无国籍，啊！你看有惨有忝无？嘛查甫嘛同款，查甫嘛同款，就变成无国籍。所以吼、哦，啊，过来中华民国没有难民法呢，占领地没有难民，啊，奇怪呢，啊，无难民，台湾那才是难民，中国难民走入台湾啊，伊即马甲你骗讲，迄是农民。嘿，其实是难民啊，袂使有难民啊，因为难民法内底都爱主权独立的国家才有难民法啊，所以咱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咱要是人的占领地，这不可以。所以前几个代志呢，我伫《新台湾论》内底拢有写。哎，搁讲一摆，《新台湾论》无会举手，没有《新台湾论》的这么多了，你也看麦啊，你那上课那遐厉害吼。啊！你无看新台湾论，你我都知影。拜托诶，我毋是你卖车啊，你要搞清楚啊。因为你真正需要新台湾论啊。台湾地位要正常化，你都要看册，因为太深诶。什么时阵为一个殖民地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？你内底拢有啊，啊有足侪例啊。啊，是啊，台湾本来是殖民地，会当变作领土，是因为啥？啊，是国际法来个比较。啊、哦，意大利条约跟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两个有什么不同？一大套的学问呢、啊。啊，过来包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安尼解释，我的解释先啦，我是字字英语甲拆开来讲的。第四条安那解释，二十三条安那解释，第六条安那解释，我拢是一个字一个字按照文法来给凸显、甲突破。这不是讲你凊彩讲看一个条文，啊就讲我。啊，就直接给翻出来 ，no， 那是无法度的啦。
所以啊，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哈。咱啊，做这期哈，我来跟各位报告，就讲吼，人有较侪啦吼。啊，当然，迄个生活品质会较歹哦。啊，迄个老板哦，有叫我讲，甲大家人回失礼啦。哦，伊讲伊嘛无想要来遮侪人啊。啊，但大家你看，恁都看嘛，来报名直直拜托啊，啊，拜托的啦。我走遐远哦，我立马先预约的。啊，因为大家拢无咧习惯呢。啊，即摆来吼，见拜大家拢有理由啦。唔是讲哦，我有报名，啊，都无甲报啊。啊，报就是报啊，干咪？啊，即摆咱嘛心嘛真冷啊！啊，我为屏东走呢，哎，唔是有影无影呢？大家拢屏东呢，奇怪，我奇怪，屏东来遐济，伊遐大概系着屏东较巧。啊，现在今日有一个讲，我为男女来呢，哎，男女的请举手。男女，哦，爱诈骗的嘛？我坐船，你哥跟我坐船对不对？哇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黄小姐，好报啦好报啦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原来没有男女啊、哦，有吗？啊，哦 ，B 班啊，哦，有 B 班啊，有啦，有啦，安尼可能样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哎，那阵诈骗吼，港骗吼，啊，变形，我先甲你讲哦。但是我就要讲吼，恁都后摆啥物代志拢先预约就好啊。你预约啊，就无代志啊，干咩？但咱本来是假设讲吼，这期吼，只要啊，只要十几，这一个班只要200位就好啦。但是吼，哇，这不，这个我真算真欢，因为。报名的人数吼，愈来愈多，啊，即摆愈多速度足紧的。啊，即个身份证，我甲各位鼓励吼，恁身份证爱较紧申请哈。咱随时会接到证券，接到证券以后，印新台币，唔新台币，正台币，一块新台币爱40万来甲咱换。这是我要送给各位吼，啊，即摆上课的即个最后的这节课哈，唔是最后啦哈，今日的最后一节课哈，啊，甲各位报告。啊，稍等下楼下有点心哈。啊，大家去享用点心啊，较早困的。啊，迄个查甫的吼，六楼七楼是男同志的洗澡的地方，哈、哦。啊，你不一定即摆呢，啊，你会当，可比讲吼，明天啊，做休困的时嘛会使。无啦，我讲谈同志没意思啦。你啊，就笑干你啊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来，下课，谢谢。咱大家请起立。行嘞。啊，会当落去楼骹哦，用一下点心。